新闻跟新闻来看，是由凤甲南市一管局合作举办的夏季艺术节，对七月初四上午宣布正式起跑，包括着戏剧、舞蹈、够音乐的演出地点，包括市一管局欢迎民众伫咧热天做伙来看戏，包括台南市长赖清德、嘉义县长张华官、嘉义市长涂新泰和屏东县的副县长张宏丁拢来出席着记者会，邀请大家到台湾西部感谢热天的艺术活力。四县市首都共同策办分家感恩剧场连续计划夏季艺术节，规划移动剧场、艺术快闪派对、粤语演绎、高艺市场以及艺气行路五大主题活动，自七月八号起开跑，一路演到八月底。我想这一个交流非常有意义。第二，也让我们的文化人口慢慢培养不同，有一些些微口味的变化所以这四个县市的一个整合呢，将来第二步我们就可以做到，歌咏的这个魏武营、台中的歌剧院、新竹台北两厅院，国家级的演出，我们都可以邀请他来到我们这个，文化人口已经超过200万的这个四县市的文化人口，就可以有经济规模，可以让他们连续几天的表演在我们这边表演。这样我们的文化所谓真正民主国家文化分权才能够达到真正的一个民主国家这个文化分权的一个地步，不然南北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文化差距都有够大的啦，文化绝对不是石头给弹下去不起涟漪的啦，不会渲染的，要像砂糖一样丢到水里面去慢慢渲染，让它扩大融入我们的生活里面才叫文化，不是台北人、北部的人靠文化，南部的人没文化，所以文化政府要有心，人民都可以对得起来，南北没有差距的。所以这次我们从7月9号开始，从斗六开的这个区间车到民雄站停，到嘉义市停，到新营站停，然后在新营表演中心、艺术中心，这一个夏天你都不会很无聊，你会很意文的我们的 Summer 夏至艺术节。艺术节由来自西班牙实验剧场的手牵手新主角在七月八号拍头阵在新芽演出，开幕活动之一的移动剧场将在七月九号12:45自台铁斗六站准时发车上路，电车一路开到新芽火车站，车厢当中将带来三组欢乐精彩的表演节目。新闻中来新嘉义县采访报道。